给我一个 You are so beautiful 的动作，让我们缓和一下，让我们酝酿情绪一下，因为我们今天都是最漂亮的。立功，对不对？You are so beautiful。 观众朋友，我这样的提示应该很明显的哈。好，先把你的双脚轻松做踏步，哎，感觉一下啊，鞋子跟你的接触，好不好？第一个动作是平衡脚步，哎，往前，往前，微微的往前，给我一个好健康的手，哦，力量要多一点哦，往后，因为感觉穿起来平衡脚步很多，对不对？平衡脚步很多，好，记得肚子要用力哦。 好健康，哇！哎，哇！阿呼的时候你们也要阿呼，嘿！感觉怎么样？没办法。好，接下来我们要稳定支撑哦，快乐脚。当你的脚哈穿上一个很舒服的鞋子，你会感觉它非常的快乐，就像我们这样。 哎，明仔再过来，我们转四个方向，侧面，哎呀，不要手也管哦，啊，来一点尖叫声啊，明仔再过来，嘿嘿，明仔再过来，回到我们第一个动作了，平衡脚步哦，平衡脚步，好健康。 动作会了，观众朋友不要忘记表情哦。每天都要跟我们一起运动哦。好，嘿，大步一点。哇，哎，我好想感受你们的脚底的感觉哦，很轻松哈，而且很平衡嘛哈，有平衡的感觉。嘿，来哦，我们要转一圈哦，转一圈哦，不要忘记表情。 嘿，继续，这个脚要高一点点。好，来，动作要做大一点点哦。哎，观众朋友，有没有看到屁股怎么扭？屁股怎么扭？屁股这样扭。哇，看到吗？哇，哇哈，啊，高几拜？哎，往前，吼吼，嘿，今天你们都好漂亮哦 ，You are so beautiful， 啊呼，来用力啦，用力啦。 哎，转一圈，哎，什么？稳定支撑，快乐脚，耶！一双好的鞋子必须支撑能力要很好，这样我们的脚才会很快乐。明仔再加过来，转方向。哦哦，明仔再加过来。哦，现场的朋友没有给我们尖叫声哦。啊呼！ 嘿，哎，我觉得我们要走个台步，走个台步，哎，要足侧，记得要选好鞋哦，还要亲吻健康大步走哦，哈，哎，可以步伐大一点没关系，鞋子是很重要的哦，哎，啊呼，快乐脚来了哦，你们会唱吗？啊，明仔再加过来。 大声一点，明仔再加过来。阿英都没唱哎，明仔再加过来。来 ，You are so beautiful 的手。You are so beautiful。哇，这首歌唱得好。怎么样？